真的毛钻。嗯，今天星期四，实力又是杠杠的了，平台又发工资了，买的泡菜到位了，去市场买点菜。这个火锅呀，今天下的雨，对，必须进口的小鸡。卖的10块一斤呢、啊，2块一斤啊？好，拿一个。怎么卖的？3块5一斤是吧？平台又发工资了，是吧？实力又是杠杠的，都没花完，又可以发工资了。我的买的泡菜到了，买了一颗大白菜，有老豆腐、蘑菇，还有腊肠，蒸一蒸，喝点小饮料 ，OK。这个泡菜啊、哦，看着很下饭的，豆角啥都有，豆腐。哎，这回我做的腊鱼成功了，成功了啊！这个味道都出来了，啊，可以了。烧开了，猪油自己熬的，倒进去，白菜倒进去，挂起来，豆腐。进去开会，开会开会，一碗辣椒粉儿。开会开会，菜板归位，刀也归位，哦了。鸡精搞一点，五三香，好一点，要哦哦，哼哼哈。葱花弄出来了，蒸一下。OK， 那杠杠的啊，两瓶这个。啊，麦芽饮料。别将尘埃打落，别将你眼眸弄丧。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今天啊，实力强大。搞了2杯这个，自己买腊肠自己蒸的，四川的泡菜，酸脆酸脆的，嗯，可以，是吧？我这个房子叫到25号嘛，到期了我也不想住这边了，是吧？去找个长期房，不在这边了，就去稳一稳过年，攒点钱，年后如果是有什么想法去实施的话，至少手里不慌嘛。今天又是一个人过年了，不过今年比去年强太多了，强太多了。去年在那个190块的出租房过了一个人孤苦伶仃过了一个年，身上还没实力。今年至少比去年强，这就是幸福和进步，是吧？希望。去年一个人过年啥都没有，今年比去年强太多了。去年还没有人骂我，今年有人骂我了。泡菜，四川的泡菜。嗯，太香了，腊肠。嗯，嗯，巴适，太香了。